松本さん、松本さん、松本さん。昴天第一次登上和平精英舞台，成为职业选手，一共用了926天。LGD 迅速的出枪，华尔街也拿下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个淘汰。好。成为了队内的最后独狼，是的，被信号接收器给带走了。初次登场，无缘决赛圈。我尽力了。从火星到海岛，还挺难适应。我们做到了！台上光芒万丈的哥哥好帅，而我呢？希望在另一个舞台喊出属于我的，我做到了。曾怀疑自己的我也能重新出发，曾二指操作的我也能升级为五指，曾等待救援的我也能钢枪反杀，把烟雾弹一波跳枪挂残了，然后一个秒败佛躲过一波枪剑，对方爬出来单杀了黄浩天。曾心率爆表170的我也能冷静17杀，17个淘汰完成胜利，大吉大利。凌晨四点的海岛数不清看过几次，训练数据的进步好像也在对我说，我做到了。和队友一起飙车，大喊凑 K， 大家的陪伴鼓励着我不断前行。这天他们突然说，你做到了，看来我真的做到了。少有鸿鹄志，策马踏平川，欢迎 LGD 黄傲天重返 PL。 赛场上有一束光在为我而亮，PL， 我回来了。